跌咗落海啊！哦，我嚟个，你鞋踭都甩埋你搞咩啊？哎呀，跌咗落海咁冇咁頻臨啊！我要出門口，地震落大雨喎，一冇大遮喎，我諗住拍翻兩步啦，爭都甩埋啊！真跌仆死！哎呀，落雨咧，我嗰邊好大太陽喎。喂，唔係喎，咁你唔搭的士？你估我唔想啊？ 我喺度嘅地鐵站，你哋估好脹喎，咁咪搭的士咯。的士站唔打，曬石餅，落到樓下，壞 lift 啊！哇，仲九層樓梯，九層樓梯。咁阿橙同 Tom Tom 都幾勁喎，行咁多層樓梯氣都唔喘嘅。我哋又唔係減肥啊，點解要行樓梯啊？咁咪就係咯，壞 lift 都唔使行樓梯嚇，啱啱整翻好啦，睇住Secure攞走咗個修理牌嘅。啊，唔見咗嘅。 又唔見咗啲咩啊？琴日你嗰條填鴨師傅大戰長腿羚羊嘅片，明明有900幾個 like 噶嘛，今日應該過千噶喎，你睇下。快啲 check 下電腦，Yes sir。哇，連條片都唔見咗。點解咁噶？疑犯得一個。 先嚟揾你嘅，入嚟 ，sit down， 揾到咩事？點解我個報上900幾個 like 會突然之間被消失？我做嘢使 report 俾你聽，咁又唔使，但我咁難得先攞到一個 like， 你咁都唔俾我，擺明就針對我啫。你憑乜嘢要我針對你啊？ 全公司每一個 post 有冇價值係由我決定，唔係由你話事。好啊，你講價值啊嘛，有美女，有長腿，又有阿伯跑型後生女，高手兼明咯。因為你講唔中個 point， 第一呢個女仔叫郭佩兒，第二佢郭王普個女 ，you understand？你講完啲廢話啦嘛，到我講啦，你帶只田鴨去郭生嗰度，同阿少晶爭 sponsor， 我都未同你計，你唔好以為我唔知啊，你攞貼地志嚟幫勁風社做宣傳。 你估你系老细啊？吓！揾咗翻佢。大佬人，唔怪之得我咁黑仔啦。我要请半日假。喂，边个俾你请假？我闹你都未闹够皮。我唔放假，我会死噶。今日唔系你嘅死期，如果你死嗰日，我一定会送果篮同埋花牌俾你。拉翻出去做嘢 ，get out！ 你之前咪帮劲风社买咗啲运动胶布嘅，我出开嚟啊，可以帮你拎翻去啊。5点钟，我屋企楼下见。喂喂喂，冇咁急啦，好易追噶。醉咗咪好咯，一觉瞓到大天光，乜都唔使谂啊。唉，咁你今日有几咁大胸啊？吓，发生咩事啊？ 6年前嘅今日，系我同我王子分手嘅日子。哇！我突然间醒起咧，我个花园道廊嗰啲衫，出嚟落雨啊！我先走啦吓。喂，你部只头像好想闪啊！原力啊，好惨啊！你陪我倾下偈咯，好唔好？我就系癫啊！何嘉欣啊，我唔想知道你啲私事啊！连啊，每年去到今日咧，我都头头碰着黑，一定唔会好嘢发生噶。我觉得咧，我好似俾人落咗咒咁啊！ 我怕你怕你，啊，坐低，慢慢讲俾我知你同你王子发生咩事啦吓。咁我嗰时又冇嘢做，又冇拖拍，咪懒又型咁学人做背包客旅行咯。去到欧洲一个小镇叫咩咧？哎呀，唔鬼记得咗啦。总之啊，就去到间酒吧度，啊，那个死鬼佬咧，肯定觉得我靓啊，撩我，就喺呢个时候，我嘅王子就出现啦。系。 我知啦，跟住咧，你哋就開始拍拖，然後就一齊去旅行，最後咧就喺個機場度擁吻，然後 say goodbye， 係咪咁嘅結局啊？非常之dramatic，非常之 romantic。幫你埋單唔該。喂，你做咩擅自改劇本？幫我記冇煩啫，我個故事未講完啊。你做咩？我嘅王子係一個攝影師嚟嘅。
喺鏡頭嘅世界入邊，同我哋好唔同噶。我從來都未試過可以用一個咁特別嘅角度去睇嘢嘅。翻嚟香港之後，我搬咗去佢屋企，可以照顧自己愛嘅人係最大嘅幸福。我幫佢洗衫煮飯，佢仲讚我煮嘅嘢好食噶，我就更加落足心機。佢搞咗間 workshop， 工作就越嚟越忙。以前日日準時翻嚟食飯，慢慢就變得夜歸，甚至不歸。翻嚟啦！你去咗邊啊？做咩飲咁多酒啊？你以後遲翻嚟唔緊要啊，你知唔知我好擔心你噶？我知道啦。我覺得你最近好似有心要避開我。是不是我做错啲乜嘢？不如你直接话俾我听啊！你冇做错啊！就算有做错，错嗰都系我啊！你出边有第二个女人啊？何嘉欣啊，我已经好攰啦。我知道最近 workshop 好多嘢做嘛，但你人手唔够。唔系工作上好攰啊，系我精神上好攰啊。因为我啊？都话唔系因为你咯，你对我好，你照顾得我好好啊。每一日煮埋饭等我翻嚟食，对于其他人嚟讲一种幸福啊，对于我嚟讲唔系幸福，系束缚啊，系直头好似有条绳箍住我条颈，搞到唞唔到气咁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我做咁多嘢，我净系想你开心，我净系想你开心嘅啫。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。虽然佢口口声声话唔关我事，但我觉得我哋已经唔可以再行落去。妹啊！我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啊？我知道而家有啲嘢，但系我真系唔知道我可以去边啊！何嘉欣啊，你去边度啊？我炸死文文成屋都唔见你，我即刻扑落楼揾你啊！有冇搞错？而家呢一刻你仲笑得出嘅？你着到咁何嘉欣，你拖住个箧去边啊？你话过唔中意俾人束绑住，我本来谂住当面同你讲分手嘅，但我惊。又惊咩啊？我惊我会唔舍得你。又要惊，又怕唔舍得，又要分手，咁咪唔好分咯。唉，咁你之后两个系咪和好如初啊？算是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了。后来他有他忙，我有我忙，根本连嗌交的时间都没有。之后有一晚，我半夜醒了，我望一望瞓在身边的他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。这个是我的仔，叫 Auntie 啊。Auntie 叫姐姐得了。叫爸爸。爸爸。爸爸，我迟啲再同你解释啊。阿 Jackie 咧啱啱同佢男朋友分咗手，但系个男人咧成日骚扰佢两母子，佢又惊佢唔知会对佢两个再做啲乜嘢，想暂时喺我哋屋企住住先。住住先，咁住几耐啊？隐形战队现已热播中，想睇更多嘅精华片段，就记得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 啦。